欢迎大家客哦，同心坐到咱的五分火车。啊，过去咱五分火车要再感谢，托感谢。今天服务正月，专工再拎出来这个彩电机构了哈、哦。啊，咱这边都是惊喜了哈。哎，但是我们这边，都是小龙卖的哈、哦，新鲜的水果蔬菜。所以这样的火车来个这个产生，会当了解到咱这个乡镇，是咱的正经面，就是咱这个鼻头用好吃的。左水你的故乡，你唱的故乡。那在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二林。那我们二林，哎呦，刚刚看得到的啊，火龙果、百香果啊，都是这边的啊最主要的龙特产。还有日本人最爱的荞麦，本土的荞麦它可以增加面的 Q 度、低淀粉的啊，也当好像精神够味。所以咱台湾日本人养生荞麦的够用啊。那我们左手边看到这棵树木很特别，它叫做无患子啊，就是咱看见，跟它长起来一点点的，马尾子啊，为叫马尾子，也跟这十年的高哈。好，那小镇啊，就是我们属于二里咯。好，那我们即将要来过桥进入西湖镇，哇，这个 K 哦，跟那个 K 头差几几年嘞？哎，那 K 头共分多金。所以我们这个溪哦，马哈有一股浓浓的啊，这个混多金，让我们非常的有震撼力。你感受得到回去就不用看偶皮油哥了哈、哦，哎，就用它耶，哎，所以今晚的传人带给我啊，啊，来贵宾来麻烦咱坐好坐好，请个别人领。哎，要带恁来经过到咱的罗水溪桥，那溪中很多可爱的水鸭、水鸟，那、啊、今天自然的生态。超级厉害！所以啊，我们公里家没有土地可以种的，我们的那个凌晨咖也可以种的，啊、哦，很特别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左手边就是我们的无花果哦，你看农民利用他们的土地来种这个无花果哦，还有种了哈，哎，这个哈、哦、啊，这个花还可以当那个围墙哦。好，那我们右手边也、是我们农民所种的哈。哦啊，这个龙舟路已经第二期的水稻啊，已经收割完了哈，啊，所以不能一定要。
就是分成轻松啊，那个是咱的分。北部小朋友，哇，好大的柠檬啊！哎，那是木瓜，不是柠檬啊！这个木瓜哈、啊，你看还有宰蟑螂的哈、啊。现在秋冬来，木瓜不会甜啊，不会甜的话，你可以把木瓜拿来了哈、啊。真的好喝啊！还有可以做零食给它滑蛋啊，你可以哈。一般木瓜没有甜的话，你都怎么办啊？除了打那个以外，你可以用什么？削一削，用那个黑糖啊、哦，黑糖真的很好吃啊、哦，超级的好吃哈、哦，可以试看看哈、哦。好，那为什么这台火车会这么慢呢？因为它是哈、哦，不是高铁，不是捷运的啊、哦，它是我们交通部来规定的时速哈、哦。那以前再分车的话会比较快了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小朋友说小火车是。有冰糖啊，它有甘蔗的味道啊，的成功的烟熏糖啊，烟熏。
我们哈、哦、路线七公里到这边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哈、哦、啊、哦、七公里的路线很棒哦，微风徐徐的吹来哈、哦，享受一下参加白骨星级的冷气啊、哦，今天的冷气特别的凉哦。好，那看到我们左手边有没有看到漂亮的小朵花，叫做牵牛花啊？哦那是早上才有看到的哈、哦、啊，那下午的话那就哈有起来了哈啊，虽然说哈，仍然不千日好，哎，飞马无百日红呐哦。好，那我们火车哎快到航场了哦，准备进入航场。那这边要让你做一个比较 special 的运动哈、哦，哎，要让咱在座贵宾哦，哎，来呀、啊，好，咱一支点火棍啊，点水果啦。啊、哦，手势让你举较悬嘞，手势举有悬，让你有机会来做总统、立委、参议员，让你姿势一百，扶手拍拍吧。好，那我们要跟两旁的车辆挥挥手，谢谢两旁的车辆都停下来哦。哦，还有阿甘哥的车子在保护你，你放心的。好，来挥挥手。一家烤肉，万家香。好，来望上左脚的天空，还有我们的101烟囱。这只老烟囱历史的悠久哦，历史的见证。以前市场的话，右键吹烟，那、这只烟囱已经不吹烟啊、所以在右手边就是市场的工厂啊、但是我们火车将到站了哈、哦，哎，千万不要晕车哈、哦，哎，所以等一下不要跟着火车头，哎，火车的帅哥哦。哎，我看到那个司机在开火车，跟他正烟斗哈，就对照哦。啊，来往火车的尾巴啊、哦，尾巴是出口哈。好、哦啊、来啊，在这边我们要提醒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火车啊，已经要来到站啊，请你哈，各位旅客，唔通袂记你别人的行李，你若要揣要追客，要记得带回去。啊，若忘记带回去，谢谢你们，晚餐我们就加菜了哦。好，那我们火车哎，即将到站了啊、哦。那在这边，因为我们现在